这里是两岸哈拉秀，我是小严，我是小云。近日，金门县下金大桥建设推动促进会推动一项投票案，议题为为了提升金门经济发展，身为一个金门县民，你是否同意兴建下金大桥？短短两周就有734人联署，已超过最近一次金门县长选举人总数的1/5门槛，即611人。20日下午，下金大桥建设促进会理事长陈昌江前往金门县政府送交联署书。陈昌江指出，下金大桥的建设对金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短短两周就已汇集734份联署书，代表金门乡亲对于下金大桥建设有着高度期盼。他强调，下金大桥的兴建不应该牵涉政治和选举，金门优先，大桥放中间，政治放一边。经济发展应该置于首位，金门未来的繁荣才能实现。陈昌江表示，主要是透过民意的展现，让主管单位知道这座桥对金门发展的重要性。就好像几年前小三通和向金门供水工程，也是有很多人去点火，那我们就是点火者的角色。我们希望这把火点起来，让两岸的乡亲在未来有机会透过下金大桥能够一线通，让两岸同胞的经济发展得到更多的助力。来自金门的国民党民代陈玉珍表示，通过这次投票，希望民进党当局能真正理解金门居民的需求和意愿。下金大桥的建设不但能提升下金两地货物人员往来便捷性，也能有效提升金下两地的生活环境、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金门县民政处长陈金增表示，下金大桥的议题是否属于县市自治事项，需要函送台行政管理机构认定，若不符合会被驳回，若认定符合就会进入第二阶段联署程序，届时门槛会更高，为最近一次县长选举人总数的5%，即6114人。有研究指出，下金大桥有助于形成下金生活圈，尤其对观光产业极有吸引力。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侯友宜，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也都主张兴建下金大桥。27日，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金门县下金大桥建设推动促进会日前就是否同意兴建下金大桥推动公投，两周收集到734份联署书，反映金门乡亲高度期望下金大桥建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朱凤莲表示，对于金门乡亲希望建设下金大桥的呼声，我们听到了。多年来，我们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2018年，率先实现向金门供水，与金门通电、通气、通桥等前期技术准备也基本完成。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下金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模式，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桥。我们将与金门各界共同努力，排除干扰，力争实现厦门、金门门对门、陆岛、舞岛、桥连桥的美好愿景。